台中啦，凉爽，最适合凉爽，最适合住的地方。是是是，你看到看护呢？我跟你讲，一大早就来了。真的吗？哎，而且人呢，不是约现在吗？在这个出口，人不在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个看护比较贴心，哎，一大早来干嘛呢？来帮我们租车子。哟，哎，看护好，好，走，我们去找他。那你们今天小马租车有什么优惠吗？我们现在有一个马到成功再减100的方案，是您只要生肖属马或者是姓马的时候，在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上面打卡，然后就可以折100元的优惠。哎，石大哥，来来来，跟上跟上。啊，忘了恭喜你。怎么说？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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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恭喜你才对。哎呀，我恭喜我恭喜。你今天不用当司机了。为什么？我们有配司机啊，看护兼司机。你。我现在要在上场了，你上场了，上场了，那你还有什么用处啊？啊？我们到租车那边啊。哦，好，来，对呀，来来来来，到底行不行啊？他是不是不知道路啊？哎，对啊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？搞什么东西？那我们在那晒太阳，我们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有点晚到，他在外面绕几圈这样子。哦，对呀，对呀，因为这边路边停车不方便，发给他，发给他。对呀，搞什么？女看护开车到底比较慢。哦，女生哦，女生 OK 啦，女生开车 OK 啦。我有点不太放心。不就来了？哎，我就说嘛，对不对？气的，那是看护，但我没有说看护一定是女的，男的也能当看护啊。Yes， 不行吗？不行吗？怎麼你这样就想上车啊？不然我忘了一件事情。怎么样？今天请 Kid 来帮你开车。对啊，你也要有贡献。我跟你讲哦。哎呀，我贡献可大了。我跟你讲哦。怎么样？你不要只是卖帅哦。卖帅是卖帅公路吗？你要负责讲笑话。如果你的笑话比 Kid 的难笑，车子还是你来开。我那很容易嘛，你先来开啊。那我叫车。可以来，你不要那么没志气嘛。啊 ，Kid 只是笑柄而已，他讲笑话不见得讲得赢你啊。对啊，真的，你了解我最多了，难怪我们同星座。待会上车笑话 battle， OK， battle 笑话好不好？ battle joker， battle of joker。上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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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兴一点嘛，上车。各位大哥，我帮你们准备好水了哈，车也洗好，车也租好了。来来来，不错，水水水，记得就是乖小孩，真的。对呀 ，good boy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总算没有白疼，我一定要亲自送到。对啊，所以我老婆现在在生气中。生什么气？生什么气？就我们去北海道。对，我们老婆会吃醋，然后我跟那个蔡小姐是抢椅子吗？你老婆太爱你了啦！你说我老婆爱我，我老婆爱的是谁？就是我老婆给我的笔记本，它里面有记载今天啊，我们两天一夜的行程。哎呦，两天一夜，非常好。对，但是你们说她爱我，其实她爱的是他，罗志祥。你看。是有点像，真的，其实有点像。对，戴上墨镜，认识你这么久，你终于讲一句实话。来来来来来，罗志祥。Only only you you you， Only only you you you。你是阴曹地府，没有，我老婆有帮我那个啦，帮我安排行程，把行程安排。对，南投两天一夜，两天一夜，第一站竹山。林吉白，老婆字那么好看，那你念都不会念，对，注意念你还不会念。
我老婆帮我注意，练吉，他帮我练成，那个念吉，我也是吉嘞，吉啊。隐藏的这个民间美食，怎么可能？对呀，哎，来来来，拜一下，拜一下，拜一下，莲心供，你会不会太夸张？对呀，太虔诚，把圣大哥扶好，来来来来，请坐，要不然你背圣大哥好吧？是这边吗？哎，不用了，不用，没那么弱。要不你背。哎、欸，你内裤蛮好看的，红色的。好，不要闹了，我好饿，好饿啊！快！阿贝，你好。哎，阿贝，你好。看起来都很好吃。那你看它那根面，你看它里面那根。哇塞！哎，但是我跟你们讲，是我老婆交代说来这里一定要点那个 B 哥啦，阿达咪啦。啊，恁敢想啥物豆汁汤有无？豆汁汤，哎，隐藏版的呀，隐藏版的，隐藏版的。啊，阿姆，我们去找个地方做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好了，我们刚讲的隐藏版有没有？怎么样？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倒机啊！哦，倒机，倒机，给我解释一下。倒机那个姿是那个啊，一只两只的只的只嘛？哎，只仔兵的只啊，只仔兵的只是哪个？只仔兵，只仔兵的只啊，只仔兵的只有幕布啊，支持的支啊，支持的支，支持的支，大包这个。其实这个，我们以前北港啊，小时候就在吃这个了。对，因为这个嘛，我们家以前控萝卜，萝卜这个放到萝卜里面去，这超吸汤汁，超级超级好吃。这个在台北很少看到，只有南部才有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超便宜。它这边最贵的呢，也不过25块，一个人哦，40块就搞定。搞定，来，依照惯例，对，那个新朋友呢，一定要讲口感。哦，来，这有什么考验你能不能成为那个职业的这个司机？外卖美食司机的。吃面，司机达人呢。来哦。哎呦！哇，嗯，不用。油面，这个豆汁真的有点吓到我了。怎么了？因为它除了可以增加一些那种嚼嚼的那种口感之外，嚼嚼应该咀嚼的口感之外，再配上那个油葱酥，整个香气整个这样冲到我的那个脑部来。有。这个米糕，哎，我觉得好好吃，然后真的是一绝呀，一绝呀，也是哦，它的灵魂是这个红葱头，不是红葱头，红葱头跟这个糯米油饭，是，然后哎还加酸菜，还加酸菜里面，我好像没有吃过这个米糕上面是有酸菜，它的规格其实跟台北肉霸不是赶快，对，哎，这个红葱头加那个糯米油与糯米真的，糯米亲像阿门头去炒炒就酸，两家加你要哇，它的糯米啊。那蒸完之后啊，粘稠感啊非常的好，而且呢上面的昂肠袍有没有？它煸完之后啊，有点香香脆脆的感觉在上面，然后再搭配一点点那个酸菜，对，吃起来非常非常够扎鼻。对，重点是这一碗才多少？25块啊！真的假的？这一碗25块，有就25块。妈呀！这个价倒闭，这个价这样，味道很好。我觉得这个倒闭很棒，对。它汤头非常清澈，然后这倒鸡其实它原本上它是用炸的，汤头在放下去的时候，它的油香跟我们的清汤那种汤头整个融合在一起，而且我们刚吃那个什么油面啊，还有这个油糕有没有？整个人的嘴巴吃起来，喝了这个汤以后，整个人清爽起来了。对，好吃。哎，你吃完了？哎，你面吃完了？你先去把那个冷气打开好了，我先开冷气，然后那个，哎，严君，然后调一下位置给我们上。不当司机了，哎，不当司机开始那个。指挥几人？对呀，我以前哎，以前这样，哎，我以前这样，哎，不要嘛，我跟你讲，吃完热的啊，我带你们去吃冰的好了啦。什么冰的？让你们透心凉。啊，凉啊凉啊凉凉啊凉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凉，一起来，凉啊凉啊凉凉啊凉，怎么那么难听啊？不用开冷气啊，我们直接去吃凉的。直接过去凉啊，对啊对啊。在那边吗？哎，郭英真对人家很差哎，你也才一次没当司机而已，对我那么坏。哎，第一次来口气可以这样子，你评评理。不是嘛？平平，老实讲，他这样哦，刚好而已。干嘛？去吃冰？不要这样子。哎，吃冰，吃冰，吃冰。哎，这里，这边啦，这里有个40年啦。哎。
就是这里啦。这有卖40年。我老婆说一定要来这里吃冰。40年哦，比你还年轻呢。老板，你们有开40年吗？你们是不是开40年了？而且我跟你们讲一个秘密哦，好来哦，我们老板呢不止冰做的好吃，是老板呢本身还是游泳健将。有，你们乱讲，哎，我卖冰怎么游泳健将？我为什么知道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看他的衣服，好，恒春海上长泳，8000，我跟你讲，他一跳在海里面哦，是7天才会浮上来。你说他是回家，你是回家，你是回家，下面嘛，行了行了，老板你不认识我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感谢雅雅姐啊！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对对，谢谢雅雅姐，干杯，干杯。那你跟 Kid 交杯一下嘛，新朋友，对啊。他今天帮你开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多感人！谁说演艺圈没有真的感情？哦，对，酸酸甜甜。你这什么东西？我这是酸梅。酸梅。嗯，是我这个是杨桃。对，杨桃，对杨桃。OK， 我自己凤梨，凤梨。这也是杨桃吧？各位，我跟你讲，凤梨，很多人说什么小确幸，喝饮料吃到果粒小确幸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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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，天哪！哦，我跟你讲，而且一杯才20块而已，20块啊，这么便宜，20，它这个完全的古早味啦，多大瓶？哎，这一种杨桃干啊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了，是，这完全没有那种就是人工的东西。哎，就差了。哎，我你装鬼，装喝，你还娘炮，哎，拍的，人老板娘，不要以为你穿的跟杨桃一样，就跟老板那边斗醉喜欢过完那里唱。对啊，有没有想要唱一首歌 ？1、2、3、Go！ 凉啊凉啊凉凉啊凉啊！圣大哥是真的都这么没朝气吗？圣大哥今天一路走来哈，郁郁寡欢。没有没有，心事重重。但圣大哥，我们体贴你，马上就帮你安排好女生了。又安排。蔡小姐，坐下。对呀，你都没有笑过，今天录影到现在你都没笑过，冒冷汗了。你怎么整个都老僧入定这样子？对 ，Kid 为了你来去弄假发，你好歹你也有点反应嘛。对嘛？好啊，老板多加力，多加力。老板谢谢你啊。行了，好了好了，走走走。接下来，又有什么好安排？我老婆安排我们去南投县鹿谷乡。那边的人会很鹿谷吗？鹿谷是怎样？就是说话都很鹿谷。对，说话都很鹿谷。穿着，那我很不适合去。穿着不鹿谷，我们一般喝茶就喝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呢自己种，自己种。对。没有时间，明年再来喝，是明年再来喝哦。喝不到。自己种呢，不会我们来种的。好，去体验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老婆规划行程啊，优雅多了。真的，真的，哎，他也是配合我的气质啊。哦，那不对哦。他配合圣大哥的会去哪里？南投离我老婆的娘家不远。我那时候第一次跟他妈见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妈妈不知道我是他女儿的男朋友。过年的时候我要回老家嘛，嘉义啊，我就顺便载他回苗栗。对，啊，然后。到他家门口，他妈妈看到我，跟我鞠躬，说：“老板好。”哇，太老了，真的要讲。那时候不知道他这么有礼数啊。对啊，然后把那个我老婆拉到一边去说：“哇，这陶杯，好见陶杯，赞赞赞赞。”后来那个没多久，他妈妈就知道了，大发雷霆。让大家第一次遇到父母都好像蛮尴尬的哈。你们说的这些啊，跟我当年那你第一次见你老婆家长的时候呢？第一次见他们家长，那个时候没有，那个时候我已经，他说你老婆还有播，我还有补小脚嘛，播少棒，播少棒已经播得很有名了，嗯，去他家是大摇大摆，大摇大摆，他们看到你还跟你擦鼻血，没有鞠躬就是，他老婆带他回家等于是一起还乡了，对，没有鞠躬。我第一次跟我老婆妈妈见面是在菜市场。在菜市场，因为我老婆她妈妈是在那个以前泸州的一个市场里面在卖蒜。好，
第一次见面完以后，然后你就是先用比较多蒜头，然后就带那个粗的那个手指头，摸了七八个小时，然后摸七八个小时。因为他妈都要市场上班，很早要睡觉，然后呢，我就每天呢，那时候就每天把在门口的鞋子偷偷的放到我老婆家里他们的房间里，对，我老婆房间里，然后就假装我回家了，你知道吗？半年之后有一天呢，我在他们家拨上头，拨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燕俊，你昨天的鞋子忘了放到房间。我有个朋友交往一个女生，对，那男方家里面很讨厌这个女生，爸爸说他爸爸跟我那个朋友讲说，你下次再带这个女的回家哈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，硬这样呛哎。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哦，我那朋友多有架子，你知道吗？一样，那个女朋友照带哦。一进家门口的时候，爸爸说：“你，那儿子马上说：“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”到了啦，前面新茶园上市，对，新茶上市，东坡茶园，茶农直营，来你看，好，你看吧，哇塞，大家都处理好了，搞定，对啊。你好，你好，老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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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老婆有跟你交代好。有 ，OK， 搞定了啊。对。OK， 好，这个茶园很大呢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是四代都在做茶。四代啊，一路走过来，全部都茶园都卖茶的。鹿谷是最出名的。好，鹿谷会。那我问一下，鹿谷人讲话会很鹿谷吗？对，不会，穿着这种有礼貌。我们这边有一个特产，你看，把胸毛都刮出来，还不叫鹿谷？我们这边这样有一个种东西，你没有吃过？什么是？叫鹿谷粥。鹿谷粥，六谷阿梅，他比你好笑，你不要当司机。他这边讲都比你好笑。对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去鼓茶，茶我们等一下要去采茶。啊，茶园的渊源，你要不要？我们要接下我们的茶园，就是因为我们在三代，就是三四代。啊，你刚刚讲四代，现在都变三代。三四代，对，然后后来变两代，对，然后后来变一代。好吧，那我们先换衣服啊，先换衣服。啊，这都是我们要穿的。等一下，这都是我们那个采茶姑娘穿的。哎，有没有不是粉红色的？对啊，不然就剪一个比较花的。啊，这个是这。麻雀都凉掉了嘛？对啊。这出去我怎么做？拜托，这我们穿的可以吗？刚没快。哦，老实讲，还蛮适合的。对啊，你看，你看，真爽啊！有嘞，因为你这个人长得比较土，所以就很适合这种。其实你本来就是草包脸。对啊。哎呦，你好适合哦，魏军。看起来就很漂亮。你们也差不多了，快换了。哎，其实他看起来不错嘞。对，看起来来一件，哎，这个给你。其实我们穿就比较土，因为我们的采茶装真的就是很。啊，上面有没有蚊子？没有，没有了。你还没上去就被咬了。这边有蚊子，好痒哦。哎，蚊子，哎，其实还不错呢。要不要走秀一下？走秀。哎，走秀。好晕哦，我们就穿着这样去采茶。OK， 走 ，Let's go。够啊。哦，头家，这是要抓蛇哦。这不是啦，这是要放茶篮啦。哦。茶篮哦。茶篮，因为这个在采茶的时候，因为它都我们要采一心二叶，就是这样子。什么意思？一心二叶。一心二叶就这样子一个心。心在哪里？心在这个。哦，一心二叶啊。对，这是一心二叶的茶。哎呀，头家，澳门里啊，你我们现在这边采这个叶子是什么茶？这是我们的洞顶乌龙茶。乌龙茶哦。为什么叫做洞顶？我们刚刚一直在研究。因为洞顶这个名字啊，就是以前我们在走路的时候，因为爬山的时候我们都用脚尖着地，对，脚尖着地的时候，咱打一个就荡卡尖，荡卡尖，它的荡荡在山上就是荡定，对，就是我们这个脚尖踮脚走，对，踮脚走就是荡，还有就是荡。就是荡在这个山顶上面的时候，所以洞顶不是一个地名啊，它是地名，就这边，对，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。放在这里面，对，放在这里面。我然后每一年也放不满啊。人家我们这边的采茶姑娘，大哥你就采50公斤，采茶就采茶，不要一直抱怨好不好？真的，这个如果老花的话，还要带放大镜来找。对啊，哎，如果我们拔掉以后多久它会再长？大概10天到60天，它才会再长出来。50天到60天哦，就两个月。啊，采茶不是都要配合唱那个什么采茶歌？采茶姑娘，你们有吗？没有，我们不是客家人，
不会唱那个采茶山歌。那你们边采茶边干嘛？边聊。哦，好吧，来，那我们就分工合作好了，分工合作。来，我去那边好了，你到那边。真的啊，采到明年过年也不会满。老板，为什么那个茶叶的那个叶子会像锯齿状啊？锯齿状的这部分就是我们可以认识它是哪一个品种的茶叶。所以它会割人的脚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不会割人的腳。会啊，我现在穿短裤，你都没跟我讲，我整个脚都割到流血了。你脚有抓不？老板不好意思哦，这群人哦，这群人很难伺候。我知道，我不会，都拍红胎。那老叶子拿来泡会怎样？像这种比较老的叶子。老叶子，我们盛大哥在这边不能乱讲。会怎样？老叶子拿来泡会怎样？像这种比较老的叶子。老叶子。我们盛大哥在这边不能乱讲，会怎样？因为呢，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，太老了就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，太老就没味道。我没有讲。他叶采季一次要动员多少人来采？如果像这样子的话，动员一次都三四十个。哇哇塞！他要采多久可以把整片山采完？这边大概三个钟头，他们就采。三个钟就采完了。为什么都是女生采？为什么不能男生采？因为男生啊，的手比较拙一点。嗯哼。就是我们的手会比较拙，比较没有那么细。哦，女孩子他们手一直踩，这样子会。还是你里面有踩好的，男生想要来踩可以吗？还是你里面有踩好的，我们男生手那么拙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直接泡给你们喝好了。好，那 OK 的，直接泡给你们。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你怎么到投机取巧啊？是什么环境养成你这种投机的性格？对啊，因为我想要踩不完啊，这么多。就讲好说我们自己要喝，要自己踩嘛。对啊，司机变我来开。姐，我了不起哦，有你了不起啊，了不起啊，我骂你。采个茶就讲投机取巧，没有投机取巧，怎么叫老板采多了啦？我没有啦，我没有。郭彦均，我没有。我们车已经很好了。这样子好了啦，我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喝很大壶啦。哎，老板，我们这四斗加起来泡一杯可以吧？不够，泡一杯还不够，可以加冰块。我们四斗加起来呢，这个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加冰块，多套一点水嘛。哎呀，我们搞半天才弄这些。哎呀，对呀，你看我弄那么久这样啦。对的 ，OK。哎呦，还在顾安妮娘啦。安妮娘，好几该来哦，安妮娘真做好。郭彦均，哎，郭彦均不要乱踩啊，不然。郭彦均，你翅膀硬了，你都乱踩。他乱踩那个老叶，你这种东西泡给谁喝啊？可以，哎，那你踩是什么？我给他自己喝，还人家呀！哎，你这是趁我病要我命，这是我踩的，搞到我其实不能跑。郭彦均，是我踩的呢，怎样？哎，郭彦均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？对啊，没有。哎，你人格扭曲，我没有。是什么环境造成你这种投机的性格？哎，我有没？你把公子阿伟，我啊，你他一定是职业倦怠，对，人家踩过的，你又踩起来。你们你不要再掉出来了，已经没有多少了，没有多少，对呀，再掉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哎呀，雅雅叫我们来体验而已啊，没有叫我们把它弄完。对，弄完了，对呀，一小时差不多了。太累了。等一下要揉茶，这是我们弄的吗？刚刚没有，我们啊，没拿干掌，我们刚刚全部加起来，没有，你们都在这里，啊，对，你们都在这里啊，哎，蛮多的哦，蛮多的哦，我们的先放旁边好了，你的先放旁边，这是我们要带回台北的，他揉茶怎么揉？对啊，揉的时候要记得啊，用双手这样子，然后拿一个茶叶，然后这样子，按照圆圈这样子揉。用力就可以啊，用力就可以。老板，这揉茶的作用是什么啊？我们要让它发酵，发酵，这样子才。这个一定要用手工吗？它没有电动。它有，它当然有手工，可是我们要体验，当然要让我们体验那个啦。老板，他知道您那弄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。揉到它变成的颜色变掉了，变成什么颜色？变成那个深绿色。哦，这个弄完会变成深绿色。本来就深绿色。要揉多久？要揉大概多少？哎呦。好辛苦啊，对，要流汗了。对呀，哎，干嘛啦？哎，我觉得你们这很傻哎！现在什么年代，老板你不是说有机器揉茶吗？啊，我们用机器去揉就好啦。做我们的，做我们刚刚弄的。郭彦均是什么样的环境，造就你投机的性格？
没有，我看我们来体会的，你这么机器，你翅膀硬了，车也不开，对，笑话也难笑，对，哎，录影，录影，哎，录影戴墨镜，哎，干嘛耍帅啊？去走秀啊？对呀，好，好了，我们机器人，不要不要，龙啊，你龙，机器人，你用手龙，机器人，到底是什么环境造就你们这么懒惰的个性？龙啊！机器啊，机器啊，机器，机器，机器，当然是机器啊！来龙啊！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，我看燕君啊，对，匆忙的跑掉。我说燕君，你要干嘛？哎，他真懂事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他说不是啊，燕哥，啊，我们出来啊，我们刚那点茶叶，对啊，那个茶泡我们喝的不尽兴，太少，不够。他该不会回茶园再去拔叶子？我猜他现在还在努力拔叶子，想说哦，真的让我们喝的开心一点。这么让人感动，乖孩子。可见我们刚刚骂他投机取巧呢，他是有听进去。对，来，哎呦。哎呦！哎，那所以我们刚刚采了半天，可能就是我们一人就这么多了，就一杯啊，就这样啊，就这么多了，喝完了就不能再续杯了，续杯可以再泡到，可是就很淡啊，对对对对，人家泡茶那么一杯接一杯，对对，喝个五十杯都不为过，所以怪我们就对了，哎，对对对对对。你又回甘就像是现泡，哦，什么意思啊？好舒服，哎，我帮你们买这个乌龙茶，洞顶乌龙茶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一人一杯，一人一杯。你搞什么？去采茶叶哦？傻瓜，你排了，你要喝乌龙茶，你就真的要去采茶叶。你早上喝奶茶，你有去挤牛奶吗？没有嘛，来来来来，喝吧喝吧。哎，你有药？胆小如鼠。好，都卖啉，都卖啉。我也有采啊，他采的什么老叶子？因为我说对，你是司机，你是不能跟我们一起坐的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司机不能跟我们一起坐。对不起，司机啊！天下有多少司机？你得罪我，等于得罪千千万万个司机。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不要吵。吃饭不能跟他们坐。天天说的话也不是全部没有道理。哎，老板，你们这有司机休息室吗？哎，去那边，你去那边坐，贴心，对不对？喝热的又有冰的可以喝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老板，这你的，拿来，谢谢，拿来再说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先讲一下老板的茶了，还真好喝，好喝，真的，对，自己采自己做的，感觉就是不一样哦，那个浓浓的茶香，对，哎，啊，这个算是什么茶？这个就是洞顶乌龙茶吗？这是洞顶。红茶，洞顶红茶，洞顶红茶，洞顶红茶。人家说喝茶可以修身养性，对。你们觉得喝下去的时候有一股暖流在你的胸口、心窝这边滚滚的在围绕？那是灰熊心。心窝。来来来，你我听听看。啊 ，I see。你知道那个嘎啾哥是谁吗？嘎啾哥是谁？嘎啾哥彭华干啊。对啊。嘎啾，嘎啾，嘎啾。人家都说你是茶博士。对。那我倒是问你。好 ，OK。李小龙最喜欢喝什么茶？不知道。李小龙最喜欢。你想一下，想一下，最喜欢喝什么茶？想一下嘛，你不动大脑，然后不动大脑，动大脑想不到。我知道了。什么茶？什么茶？阿茶。阿茶，阿茶，为什么？阿茶，错，他喜欢喝瓦茶。为什么？瓦茶，瓦茶，瓦茶是瓦花茶，花茶不是阿茶，哦，瓦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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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茶。你钥匙给我，我去开车好了。相较之下，吴彦君很不好笑，你不要当司机。啊，今天让他当司机。当时其实差不多，你说喽，那怎么是这样的？来来来来来，喝茶喝茶，他珍惜这个茶，因为自己采的，自己剩下没几杯了，不多，对呀。
漂亮漂亮漂亮，很漂亮。换司机了，坐回你熟悉的位置，心里面有没有踏实一点？好了，现在去哪里了？吵死了！你好好开啊！这开了啦、啊！我们去哪里也不关你的事、啊。对啊，不关我事，我怎么开？南投啊，出了茶叶多，还有一个什么多，你知道吗？竹子多。哦，竹子多。对，我们去那个竹竹令人熟啊，小半天。什么叫小半天？小半天，小半天什么？对，然后去吃那个竹筒饭，也是雅雅说的吗？是小半天吗？哎呦，哎呦，你讲着讲着肚子饿了嘛？哎。迎宾礼炮，哎，迎宾礼炮，没有爆开吗？哎，没有啊，没有爆，没有爆。门卡动在动在推前哎，哦，拍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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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对我来啊，哎，沈夫人都交代好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很燥哎啊！说嘛，哎哎，阿贤，阿贤今天吃什么？可以点菜吗？不用菜单。啊、我准备什么？你们吃什么 ？No menu， No menu， No menu， 无菜单料理，现在正夯的。啊，就是讲有啥就煮啥。来点菜，点菜。好、啊，你结了吗？没有菜单。哎、欸，你对他尊敬一点。对，怎么了吗？王议员。哦、王议员。王世坚呐。不像。王世坚，爱情啊，康桥吧。好，来，哎，都请王世坚的干嘛？世坚哥，有人这样讲吗？这个是你的餐具哦。哦哦哦，这个是碗的碗，碗碗，对，这都是梦中竹做的碗。梦中竹，对，吃完以后竹子做的碗，送我们。哎，这么好哦。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用这种碗？哎，我们不洗碗。哦，你们不洗碗的？他不洗碗呐。啊，这个吃完我们就带回去这样子。这么好哦。哎哎，干嘛啦？很烫，很烫，很烫，还在滚呢。这是鸡汤，这是挖到，不要挖到嘴里。它不是一根普通的竹子哎。哇塞，这超神奇的。地瓜饭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你先喝，你先喝，哦，真烫啊，哇，棒棒棒，有够鲜美，哇，好香哦，哦，而且竹子香都煮进去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这样吃好幸福哦，你看不同不同的汤，对，都有不同味道，这个好像一个 set 的感觉，对呀，鱼丸，哇。哇，你知道这个肉，这个绞肉，绞崩绞崩，完全就是这个汁都在风味里面呢。哇塞，这个饭真厉害，它连鱼丸都好好吃哦。竹筒饭，盛大哥，这个竹筒饭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竹筒饭，它是生米放下去，然后这样煮成熟的。哎，我们看，它不是那种熟了以后然后倒进去那种的。一般市面上都直接这样放进去。对，你们看这个竹子有没有？哎，它是整根竹子放进去烧的，所以你看有没有？这个都有烧过的这个痕迹，不好意思哦，上菜哦，嗯，还有菜哦，哇，高丽菜，看起来就是很新鲜的高丽菜，对，是我们台湾唯一应该只有我们做的，咸蛋高丽菜，咸蛋高丽菜，了解了解，对，啊，请问一下你有 over my better butter 吗？搞笑啊！我们是让他说，这个又是什么？这我们的高山脆笋，脆笋，对对，这是我们这里自己产的。哇，高丽菜加咸蛋怎么样？吃起来怎么样？好吃啊，超合的。目前就是比较少人做这个口味。而且呢，好喝。以前没吃过哎，这味道怎么会那么合？对，你以前有吃过这样一节一节的吗？我吃过，可是我觉得我倒是没吃过这样。我吃过这样一节一节，可是我没有吃过味道这么好。因为说真的，每道菜有没有，你都可以闻到一点点淡淡那种竹炭的那个香气在里面。但是你吃闻得到，但你吃不到那个味道，那是很厉害的。有些人打开你饭在边吃的时候，还有竹炭的味道，那就真的有点怪怪的。对，对不对？就是太 over 了。哎，师姐，我问你哦，现在那个竹笋是丢席吗？竹笋现在没有什么丢不丢席的，就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你吃那个，所以现在一年四季都有。你像你的凤梨，现在是一年四季都有，你知道吗？超级甜，吃上看，怎么样？脆又甜，甜脆爽。哎，司机，你再帮我弄一点饭好不好？对，喂。今天呢，燕君对我不礼貌哦，其实我自己也要怪我自己。
因为我也对那个宋大哥有时候会那个不礼貌，哎，会有欲举的心。对啊，对啊，有样学样，所以我也是自己在反省啊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以后我们开始推行礼貌运动。对啊，对啊，以后以后互相尊敬运动，不能对长辈不礼貌，还有包括，但是可以对晚辈不礼貌。对。哎，这样不行啊！那以后这样，那以后圣大哥以后那学校被都害打我的头。对啊，不行这样。我们要推广礼貌运动，包括我们对我们的那个素人朋友也要礼貌运动。要，不能再说人家像王世坚那种，对对对，啊，礼貌运动，礼貌运动，对，推广礼貌运动。现在我们要开始推广礼貌运动。施明德来了，施明德来了，应该施明德。好，别一类啦，别一类。哎，施主席你好，哎，哦，你来找王议员哦，辛苦辛苦啊，你要有礼貌啦！哎，我们今天一路玩下来，开心，融洽，融洽，对不对 ？Very good。我突然，你老婆安排的好。我突然，我突然有个感觉，什么感觉？我们这里老的老，少的少，对，哎，音声音声相当有张力。哎，我们应该组成一个团，对，完全没有人跟我们通知性，真的完全没有，是不是？但是一个团要成功，需要有一个那个名字，好的团名。好，这团名非常重要。想看看，想看看，哎，你鬼点子最多 ，Circus 要不要？大头 ，Circus， 哎 ，Circus 很适合我们呢。要听我一句话 ，Circus 已经四分五裂了。要不然你到底有什么好名字？对，哎，一二三四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Four Tomorrow。Tomorrow 都已经够了 ，Tomorrow 对呀，买呀，大家都会唱，就叫 Tomorrow 好了。听我一句话，对 ，Tomorrow 是从 Tomorrow 来延伸出来啊 ，Tomorrow 已经有下坡了。对，郭彦均、郭彦甫他们兄弟俩有多憎恨彼此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不要乱讲了。他们两个憎恨到说，因为看到以前很多人都把他们认为同一个人，太像。他们为了让彼此越来越不像，对，打肉搏，打肉搏。玻尿酸啊，玻尿酸，他抽脂了，抽脂，放屁啊，抽什么脂啊？对，乱讲，我们要取一个团名啊，取一个团名。好，那 Formolo 不行 ，Formolo 不行，那你要叫什么？你要叫什么？你三个是，三个是 Formolo 都不行。哎，我有一个想法。哎呦 ，Dream Girl，Dream Girl，Dream Girl。假如我们，但是我不是 girl， 我不是男的，怎么 Dream Girl？ Dream Boys。多有意思啊！那我们应该有歌吧，或者团，或者是队呼什么之类的，对吧 ？Dream Dre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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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ream。Dream Boy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Dream Boy。从现在开始，南台湾我们管了。Dream Bo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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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没有，哎，我们自己内部讲就好了。好丢脸。我讲说让他们。哎，我 Dream Boy 啦。你看，你看，我 Dream Boy， 他有粉丝。哎，对 ，Dream Boy 啦 ，Dream Boy 啦，我队长。林助理啊，队长，对，没有，这地方我知道了。名誉队长，名誉队长，哦，名誉会长，名誉会长，名誉会长。哎，这地方我就跟你们讲吧，我说我们要住的地方妖怪很多吧。这个西湖最有名的，现在最最最最最有名的，就逛一下。我老婆有特别交代啊，她说我身为康乐股长啊，我们呢不容许黑心的事情发生。听说这里有一家黑心商店，那我们 Dream Boy 成军的第一个事情。去踢爆黑心商店。好，我老婆有特别交代啊，她说我身为康乐股长啊，我们呢不容许黑心的事情发生。听说这里有一家黑心商店，那我们 Dream Boy 成军的第一个事情，去踢爆黑心商店。好。所以，我们 Dream Boy 的功能就是，我们是打击社会上的不良正义，对对对，不法正义，我们的职责就是这样。好，黑心有都不能有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 ？Let's go， 往前走，走走走，哪里？老板，你是老板，做人要凭良心，对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对，好好的店不开，你搞什么黑心店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为什么汤匙杯子？也要钱哦，这个的汤匙杯就是因为我们要，啊，好说啊，好说，为什么要钱？纪
环保，这跟那个便利商店那个塑胶袋一样，我跟你讲，不要钱大家拼命拿，要钱大家就会省着用。它的观念非常好，我们地球只有像苏梅岛，苏梅岛也是，你塑胶瓶是不能带进去的。看它外表还蛮俊俏的，对，其实它可以加入我们的那个军备队，一起来，一起来 ，1、2、3、Go， 军boy。你会吗？会不会 ？OK 啦，来，会的，一起来啊！会啊！一杯，开始，军boy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什么？军 boy。哎呀！本来想揍你一顿，不过 OK 啦。我们这边是卖冰淇淋，竹炭冰淇淋。这家去牙齿不会黑黑的吗？不会，它是很天然的色素。哦，天然色素，色素有天然，色素天然的，色素有天然。你写顾问的飘功力啊！煮饭对呀，好吃吗？哎，蛮不错的。我们离他远一点，难吃的话他就讲难吃。对啊，他也不会听到。好，不，好吃，好吃嘞！哎，阿郎嘞，哎，来了，多久了？太喜欢了，他真的很浮夸嘞，夸张哎，真的很好吃啊。其实它就是哈密瓜的味道，它没有其他那种怪怪的味道，其实蛮好吃的啊。哎，那接下来呢？逛逛啊，逛逛逛逛，那里面很里面那个，老板谢谢哦，谢谢。我们可以买一些伴手礼啊，对，送给观众，送给观众朋友，来来来啊，还有帅哥哎，帅哥你好，军boy 哎，嗯啊，你好，各位干嘛？我老婆特别说，妖怪村里面啊，有一种咬人猫面包。非常好吃，真的吗？你们有没有听过面包？我听，我好像隐约听过。没有，我在网络上看过有人剖过，可我没看过本人。猫面包，我想吃看看，你想吃哦？嗯 ，OK， 就在这里面，那直接处理里面。我一定要吃。美女，啊，干嘛干嘛干嘛？人猫面包，长得很漂亮啊，怎么了？咬人猫面包，全数售完，真的假的？全部卖完了，有没有库存？呀啊！等一下，我告诉你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可以告诉你更有意义的事情。更有意思，就是啊，每个人来宾都要落地签一下。来来来，看你这样子聊。对啊，不是。啊，好刺哦！不是啊，你要落地签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签。来来来，这样子，来这样子，我帮你出钱买那个。你不要，不要。你也要，你也要，大家都在，对啊，对啊，额头，要，大家都要，对呀。有这样的酋长，在这，在部落里面塞的可巴啦，塞的可巴啦。加礼物。喷射妖怪，好像忍者龟哦。见者有份，见者有份。现在呢，我们在收银台这边所有的礼物呢，都是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的。如果想得奖品的话，赶快去上网。谢谢，可以帮我们买单吗？多谢。哎，想听我们的歌吗 ？1、2、3、Go。Dream ball。哎，走。Check in。来，一起来睡觉。Check in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。哎，这边真的很像，哇，森林里面的感觉很有 feel 哦。哎，你看这棵树，它这棵树你有什么感觉？哎，这棵树长成不容易，起码要50-60年。50-60年，要处理掉好不好？可以花好多换多钱。郭彦均，你明天想？难怪彦甫都说你俗不可耐。对，你看这个树，你就说什么可以怎么值多少钱？把它砍。人家彦甫来，我都哎，马上坏一棵树，什么感觉？他马上拿起画布，然后放屁！我告诉你，你问我什么感觉？这个树有什么感觉？我很想把你拿来阿鲁巴，赶快走啦！快点啦！这间啊，我分配就是给你跟那个盛大哥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号码已经。
表示一切了。对，七十八，对，已经表示一切了。先看你们的。哎呦，没有好不好？磨合围很好嘛。哇哇，素汐耶，相当好。你大床吗？没关系，充满了木头的味道，是有那种木香味道，那快木的味道。真的，这个我们的房间是。我有看我们的来，我要去看，我要去看。不要太差。七十九，你看我多客气，好的都留给他们，我们的还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还好，我们的还好一样，我们的还好。